啊，看起来好好好，已经了解的。但是上重要就是那个制造过程，现在是外口看不到的，啊，这是观众的做法。安尼一堆材料，那一支刀，安尼你们如果没有看，不晓得所谓的锻造这种方法怎么做，一堆材料放成一支刀，啊，这就是咱早期哦，拍戏也看到非常老多一些想破坏板块，因为这关键咱是咱做后续使用，并不但来而且搁来倒，哦，所以即卖外口的刀为什么遐尼侪看袂用？这就是因为咱这拍戏愈来愈少。变成讲五金制度，伊连修连断，各方规定拢太宽，都安老慢，都是几多啊？哦，所以今日咱上重要就是，等下要看伊的制造过程。再者，一定要介绍各位知影，因为真侪人讲讲金龙的炮弹已经做完了，啊，真的做完了是一部分。这一颗就是当年823的炸弹，480,000颗啊！金龙伫个83年开放观光，到现在27年来，这个部分48万要做完。做完我们今天再接下去用的是后天的这条单打双不打50万的这条宣传弹，今天的材料就是这一个部分。它里面除了两件的文宣，这个特体它是保护宣传弹，哦，在炮弹里面6片，300万片，48万的快递箱大小，那您就用50年啊。现在用的这条炮弹，每一支都对炮弹切割，要经过修，经过堆。一定要有一个模块上起，等下对焦就是咱个制造过程哦。炮弹4发，伊个钢皮加底都50发，那怎么做？来，我们只有短短的那几分钟呢，将这制作过程先做大家看。啊，无清楚的，好，咱等下啊再来讨论。好，谢谢各位光临。
这就是过程，这十多是要做人看，也袂好。哦，上重要恁来看，啊，你几多安怎安怎对头？所以这种做法吼、哦，就是咱将来都使用于不但来，而且都难懂。那看日本的物件，日本的说为什么会遐尼贵？因还会坚持这种锻造的方式在做多，不管从原理还是职业用的刀，迄拢加贵，咱迄个刀平常的咧用的刀加贵好几倍。啊，但是咱平平安尼咧做，我们的价位是以量制价，所以咱的物件绝对是比日本的刀不较少，啊，等级是一样，啊，一样就是要有这种做法，啊，那外口的刀不较少。因为他们不必这样做，整块钢板规领都是彩彩挂挂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咱各位若用到外口买，不管哦倒位买都，迄未来迄真正常，未倒迄也真正常，因为它不是正道的方式在做刀，哦啊！咱看了看你有什么问题要了解都可以问。谢谢，谢谢。